担负着中国首次地外天体软着陆和巡视探测任务的嫦娥3号，今天凌晨1点30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，展开了奔月之旅。在夜幕中飞行了约18分钟之后，火箭把嫦娥3号送入了近地点高度200公里、远地点高度约38万公里的地月转移轨道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发射的精彩瞬间。5 4 3 2 1，加油！